好似我再日開幕嗰陣時候我講一入去，我話呢個畫廊，我用一句鄭板橋嘅詩話：失雅何須大，花香就不在多，最緊要嘢精。咁我咧就睇過場地之後咧，我同 Eric 大家研究過，俾啲斗方大啲嗰、那個尺幅嘅畫咧係比較適合啊，嚇咁啊可以有琳琅滿目嘅感覺啊。咁我自己咧就早期嘅就係畫油畫嘅，亦都係畫唔同 mix media 嘅。咁其實早五年前到咧就真係開始完全畫水墨咁。咁我嘅水墨咧就係比較 abstract 一啲嘅，就算我畫到最象身嘅可能係香港格式系列咧，都其實可能有六七成都已經係 abstract 咗噶啦。咁另外譬如飛水系列啊、板塊系列啊嗰啲就係差唔多100%全部睇筆墨，睇嗰個 composition。顏色嘅運用、黑白嘅運用，咁去俾觀眾睇嘅。我就主要咧有幾張彩設色嘅山水，包括九寨溝、太行山嘅秋景、山川嘅雲霧嘅景。仲有咧就係我嘅花卉咧，今次都係特別為咗依個展覽而寫嘅，就有一對玫瑰同埋咧手本嘅牡丹表演啦。雖然話大家畫嘅嘢唔同啦。因為大家都用水墨，個 performance 係好相近嘅，所以我哋亦都有自己一套畫叫做《南山百里洲》咧，就我同我爸爸合作嘅。咁呢度就可以展示到我哋本身嗰個所謂合拍性啦。從我爸爸到我啦，個傳承喺邊度咧？其實唔係話淨係由我爸爸傳承落嚟俾我嘅，其實係中國藝術傳承落嚟一路以嚟嘅嘢。咁我睇到水墨，我自己好中意啦，咁我就攞咗呢一個element 嚟到。繼續去做，咁中國水墨我諗大家都知道，其實有過千年嘅文化喺度嘅。咁我自己睇咗消化咗，咁我用我自己嘅筆墨畫翻出嚟，咁先至係一個傳承咯。一入展場應該好易領略到一種藝術喺精神上面嘅成全，並非係形式上嘅成全。咁呢個係有啟發性嘅。